마주쳤지 있는데 이제 팬분께서 또 그 옆에 계신 분이 네. 그러니까 맨창창 후루후루 탕탕탕 후루루루루 탕탕 후루후루 내 마음이 단단단단 탕탕 탕탕 후루후루 후루후루 I need to say. Okay, okay, okay. So. 탕후루 같이? 뭐? 탕후루도? 아? 그럼 제가 선배 마음에 탕탕후루후루 탕탕탕 후루루루루 탕탕후루후루 내 마음이 단짠단짠 탕탕후루 我最近 到台湾，台湾哪里？台湾，酒厂的附近。哪里？酒厂的附近。酒厂的附近。我没有想过我是要翻中文。酒厂的附近。酒厂的附近啊，最近这个也算是定居在台湾。那你有办一些就是活动，像是乔迁的这种？还没哦。하고싶었는데일단은아직집이조금정리가덜돼가지고좀예쁘게꾸미고그다음에친구들초대하고싶어서아직은못했어요오늘여기앞에바로이케아가있더라고요끝나고가려고요네我知道我知道朋友很忙所以现在还没有时间准备没有没有你错了他说他家里现在还没准备好他说他想要多整理一下然后整理完了之后他再叫朋友来然后因为他现在家里面还缺很多东西可是他刚看到我们对面有 IKEA 他打算等一下下班之后直接去看一下还缺什么家具啊光的조명照明灯光照明灯灯光、哦、一漂亮的灯光、哦、还有沙发沙发有床床有电风扇有三 C 的呢都是有漂亮的没有漂亮的哦故意不装饰品没有、哦、OK OK 那我也准备一个礼物送你好了好吧下一次我请拿给你、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韩国也有这样的习俗吗就是去朋友家会送一些就是乔迁的礼物韩国也有韩国有是卫生纸送卫生纸、啊、对送卫生纸、哦、我知道因为我有看过韩剧然后他第一次到朋友家会拿一袋卫生纸然后 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会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你也会送卫生纸、嗯、对对对、哦、我也送给你但是因为不知道이유는모르지만이제그게문화가있어서저도虽然不知道理由但因为那是一个文化所以就还是会送、哦、可能是因为都是平常会用到的一定会用到卫生纸어제가봤을땐그럴것같아요그리고그집안에서항상계속필요한거는휴지니까그휴지를계속선물해주는것같아요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在家里面最常用到就是卫生纸对啊那你送卫生纸就比较不会对比较不会出错但因为 Kuma 你也有在韩国长大过对对你在韩国的时候也有遇到这样的文化吗我在韩国是没有搬过家啦、所以我是本人是没有遇到但是我自己也会去朋友家如果搬家我好像也是买卫生纸、但是在台湾不是只有卫生纸可以解决的耶如果朋友搬家真的好朋友的话要送电视啦然后电风扇啦都是非常对很贵的那种要 best friend 才有亲骨我们 best friend 亲骨we are best friend OK I know 我期待一下No money. Oh my god. 没钱。No 金骨 ，No 金骨。阿尼金骨，阿尼金骨。有没有就是来了台湾以后特别喜欢吃的台湾料理呢？特别喜欢，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电板烧。铁板烧。铁板烧。你自己去吃。对。没有被发现。我没戴帽子，还有口罩。不可能，因为你要拿下来然后吃啊。마스크떼고서먹어야되잖아요但是没有脸，没有化妆的。
所以你没有化妆跟差很多。听过你这个吗？你穿了就是。让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卸妆秀。还有戴眼镜啊，紧张。对，我没有。你不会吃的很紧张，很紧张。제가평소에근데이제화장을안하고 、네、 진짜프리하게입으면박시한티셔츠에다가엄청이렇게박시한바지를입거든요、네、 그러다보니까오그냥지나가는사람이어서 、네、 아직까지는들키지않았어요 、네因为我私底下的穿着是，他就是真的会穿那种很宽松的 T 恤跟很宽松的裤子，然后又戴帽子又素颜。他说他就是路人，他说他走在路上没有人认出来是他。哦、boyfriend look， 啊，那不是，但是这个是你平常的穿搭吗？对，平常的是我可爱漂亮的。今天也漂亮的、dress 对、但是我平常真的喜欢的衣服是 hip hop hip hop、对、really? hip hop 的、欸、所以大家也就认不太出来，但是 有被粉丝遇到过的经验吗？有那마주친적있는데이제팬분께서어어또왜그옆에계신분이、네应该假装不是没有，他说粉丝有认出他来，他说哎都会，然后旁边那个朋友说看不是、这个比就是觉得你是或不是，这个、很伤人哎、欸，感觉更侮辱哎、欸。对啊，没关系，对啊，我跟你讲，这个粉丝他有点错过这个合照的机会吧？可以，如果这样遇到，你可以拍照吗？啊，哦，일단은여쭤봐요어今天没有일에没关系吗？아고반갑대啊，我知道，或者是遮一下，对对对。